欢迎收看109年6月19号的港都新闻，我是赖昌邦。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区长是每个行政区的最高首长，阳明州代理市长表明必须保持行政中立，在他担任代理市长期间，绝不会因为市长补选及政治关系而调整区长职务。端午佳节脚步接近，林雅区凯旋里社区妈妈亲手包粽子送到需要关怀的渔民手中，立法委员赵天麟闻香而来，便加入送爱行列，开心表示说疫情趋缓，大家又能在社区活动。夏天很多人喜欢玩水消暑，尤其暑假期间，民众从事水域活动机会大增。救生人员呼吁不前往危险水域，要到合法安全的海水浴场，才能减少溺水憾事发生。自从罢韩二阶段通过之后，法定投开票所的场地一直无法定案，因此外界质疑是否有民政系统干预的现象。代理市长杨明洲表示，身为公务人员就必须保持行政中立，他在代理市长期间也绝对不会调整任何一位区长的职务，只要保持行政中立，把补选市长的选务工作做好，将是每位公务人员的应尽责任。区长是每一个行政区的最高首长，阳明州代理市长自从上任以来表明区长是属于文官，所以必须要行政中立，在他担任代理市长期间也绝对不会因为市长的补选关系而调整区长的职务。他就是个公务人员，绝对不可以逾越了他的分寸。那我在代理的这期间，我也曾经宣示过，我不会去调整区长的这个职务，我不会去因人来设事啦，或者是以人来讳言，这个部分我希望说我们的区长都一定要严守文官中立的这一个，在未来的这一个补选的这个过程中这个是我的一个期待，那也是一个要求。阳明州代理市长表示，公务人员本身就必须要保持着行政中立的立场，不管是由哪一位民政局长或是市长拉提升上来担任区长，就在公务员的职位上都一定要保持着行政中立。区长是一个文官的任用，那我一这个代理，我就一直强调，我在第一次的市政会议，我就把它提升为扩大市政会议，就是让我们的区长跟一级机关的代理的首长都一起来出席，主要的就是在会中，我请我们的区长基于文官的这一个身份，一定要保持行政的中立。阳明州代理市长强烈的要求各个公务人员务必保持行政中立，将市长补选的选务工作做好，才能让市民放心及安心的选出心中理想的高雄市长。记者吴秉源高雄报道。高雄市议会定期会进入市政总质询，第一位质询的市议员吴益政，他提出高雄轻轨后续该怎么走的看法。他认为轻轨放慢速度不见得是件坏事，可以争取更多的地方参与空间，让大家更认识，同时化解争议。高雄市议会定期会今天进入市政总质询，第一位质询的市议员吴益政提出高雄轻轨后续，认为轻轨放慢速度不见得是坏事，但也期许市政府对轻轨的后续方案规划、骑乘等要持续往前推动。因为我们这个上次轻轨因为有慢下来，其实我一直在讲的慢下来不见得是坏事，可以收集更多的民意或民怨或者说明，那这段时间也前第一年这个部分做得很好，那第二年就是第一年包括收集的之后还有很多变更，很多要改变，学者专家有花了半年，其实整理那个方案比原来好。我们做过两次的，总共三次的民调，一次比一次好。那因为碰到疫情的关系，然后也碰到罢韩的因素，所以大家就会把这个议题本来是很专业、很客观的跟高雄很关心的公共政策，但是大家都变模糊化了。甚至他们一直要在做，那因为受到疫情，因为你要跟里民沟通，还得要集会嘛，所以他们在年初上半年是就这部分是有慢下来，那现在疫情有稍微减缓，那市民也很期待是不是这个议题能再往前走，那到底是碰到哪些问题。代理市长杨明洲答询时指出，认同大众捷运的重要与趋势，也感受到轻轨进度变慢，后续会要求捷运局规划骑乘，让轻轨有个方向。捷运局代理局长吴家昌进一步表示，九月会提出方案。所以轻轨的这一个推动，我们是希望透过
像刚刚一真言所说的，透过这一个这段时间，大家的磨合，大家意见的沟通，能够让我们的市民更能够接受这个部分呢。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捷运局呢能够因为前一阵子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所以有一些公听会啦，或者是说明会啦，就有一些耽搁。疫情这个稍缓了以后，我们就会来进行这个里面的说明会。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目标哈，希望在七月的时候开始。那22个里的部分，我们会根据这些道路交通环境比较类似的，然后大家的疑虑比较相同的部分，我们会把它汇整。那汇整到5场到6场的一个里面说明会。那这样子的一个构成以后，我们的目标了哈，目标希望在今年9月的时候，我们能提出一个完整的一个技术幕僚的专业意见跟解决方案。吴益正接着咨询高雄自行车道、公共参与、有机农场等，希望市府团队正视问题，并且在推动各项重大建设时，务必要凝聚更多社会共识。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而在市政总质询中，市议员李乔如提出不收外县市废弃物，并且减炉以及仁武焚化炉合约在今年11月30号到期之后，将暂时延约而不续约，要求要有一致性，将仁武和冈山厂收回，全部改为公办公营。市议员李乔如在市政总质询中提出不收外县市废弃物，并且减炉以及仁武焚化厂合约109年11月30日到期后将暂时延约而不续约。我在这里很坚持，我要维持我们高雄市民的空气品质，家己的粪扫家己处理。咱哦用大人操作20栋啊，20栋来给咱操作，遐管区拢未去克服。我唔相信，所以咱无道理20栋后咱阁继续去带外管区来处理粪扫。我们垃圾的代收哦，那我觉得我们长期以来为外县市已经服务了20年了哦，也每年都代收34万多吨哦，那这个东西对高雄市民不公平，因为它会增加碳。那我们希望空气品质好，那我们要减碳。那么减碳，我们希望我们已经够了道义，至于契约的合约快要到期的仁武厂，我们要求我们的杨代理市长不可以签续约，因为1020年那是非常长的合约。那我们认为说，如果在权衡之上去考量，那么可以给他展延，但是政府应该要去考虑是不是要来统一公办公营。代理市长杨明洲答询时指出，减炉可以评估，尤其是在空气污染的秋冬季节。减炉的部分，我认为我们环保局应该做得到，尤其是在空气污染的这个秋冬季节，这个减两炉应该是可以评估，应该是可以评估的。那么第二个，不再代烧外县市的垃圾，我所知道就是第一个代烧外县市的一般家户垃圾，大概占我们的这一个整个代那个燃烧量的大概7%。那么代烧一般事业废弃物，外县市的一般事业废弃物大概占17%。仁武厂它今年底这个合约就到期，冈山厂是明年底。那么我们在新的合约里面，环保局它已经做了一些修正，要减少减炉，你同意了？代烧外县市的这个垃圾量。七六，你减炉你同意哈？当然同意，减炉是一定要做。高雄市中区南区焚化炉采公办公营，而仁武冈山在高雄县的时代前约20年采公办民营，如今合约即将到期，李乔如要求要有一致性，仁武冈山厂收回，全部改为公办公营。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再来看到端午节就快到了，苓雅区凯旋里的社区妈妈亲手包粽子送到需要关怀的里民手中，一大早巷弄里就传出热情的招呼声。立法委员赵天麟闻香而来，也加入送爱的行列。他开心地说，疫情趋缓，大家又能够在社区活动，提前过节的感觉真的很好。端午节快乐！送给你一个爱心粽，我们社区发展协会的。走出来吧。一大早，苓雅区凯旋里的小巷弄就传出热情的招呼声，原来是里长钱云辉跟着志工伙伴，把才刚出炉、香喷喷的熊肉粽一串串送到需要关怀的里民手中。
因为这个很感激啊，对啊，收到这热腾腾的粽子啦。对，等于等于用啊。我们里面的低收入户跟独居老人，一个人就发放6粒。那我们现场呢，准备了差不多500份的这个爱心粽，让李明来分享，还有煮那个笋子汤，还有西瓜啊，还有那个。仙草冰，热腾腾的爱心粽，里长志工合力用推车穿梭在大街小巷，这份温暖又热情的景象，每一年在端午节前夕是凯旋里最美的风景。不过先前受到疫情影响，里长一度担心不能如期举行。今年本来很担心说可能没有办法举办啊，但是呢，那个我们那个。天林主委又说，如果说有状况的话，没有关系，就用逐户发的，发到人家家啊。结果还好，就在这个时候，疫情稍微缓和了。都很期待我们这次端午节大家共聚在一起，澳门让我们里面的人大家一同来这边相聚，我们都很高兴。我们很欢迎我们里面的人一起来参加。所幸台湾防疫成功，疫情逐渐获得趋缓，社区活动又再度热闹了起来。立法委员赵天麟也受到前里长的精神感动，共襄盛举，加入送爱行列，与李明提前共度佳节。确实从我的行程表上面呢，呈现一个90度的陡升哈，本来几乎已经都快没有行程可以跑了，那遇到了这个疫情的解封，然后遇到了端午连假，哇，我们的行程整个是大爆发。我看到这大爸爸虽然跑得有点辛苦，可是心里非常的高兴啊，看到我们的这个社会又重新活力了起来。那所以呢，前运会里长算是拔得头香啊，这个办得最早。能够聚在一起就是开心，还有善心人士加码送上大西瓜，要让辛苦包粽子的志工们在大热天消消暑。也感谢合力完成700多颗爱心粽，让社区巷弄再度充满幸福温度。记者李嘉龙、罗少君高雄报道。行政院环保署鼓励全国社区逐步低碳化，订定了低碳永续家园认证制度。截至今年，高雄市就有344个里加入永续家园的行列，获得认证的比例是全国排名2，成果相当丰硕。位在高雄市左营区的新上里新集庄社区，人口数超过30,000人，随着时代变迁，在钢铁丛林的围绕下，社区绿地大幅减少。里长王英化就和里内志工们携手建构社区环境的绿美化与营造。除了每日志工们巡视与清洁环境，来保持社区内绿地的整洁，也认养闲置空地，种植花草增加绿意。同时也鼓励附近学校的学生结合志工做好垃圾资源分类，并且可以集点兑换商品。落实从小扎根环保概念与行动，是因为我们的环保志工很辛苦，他们常常就要出来维护社区的环境整洁，哪边有脏乱的死角，我们就会发动大家一起出来，这个过程是很辛苦的。那在空地绿美化的部分也是，有些地主空地还没有要开发，那我们就先去做绿美化，去帮他整理，然后种植栽。新上里内有许多大楼林立，社区栽访演练就凸显了重要性。例如巡守队就借由电动机车的骑乘曝光，来维护里内安全外，提高里民询问度。间接的也鼓励社区民众汰换燃油车，将低碳永续家园的理念升植社区中。加上社区利用关怀据点，不定期举办各项课程，都深获里民的好评。我真的很有鱼有龙烟呐，很开心。而且我们新上里啊，里长也很努力这样子。那谢谢里长的努力，那我们志工团队更有冲劲，更有那个精神去做更好的一些社区的环保的工作这样子。我真欢喜啊，因为有里长的领导下哈。大家做认真，做拍拼，把这环保做到最好诶。好，阮社区有一个清气的环境安尼啊，系啊，大家拢做认真咧做。其实还蛮开心的，因为我们这一次获得环保署的那个低碳社区同级的认证，表示我们这个社区碳的那个制造量减少，我们的社区来这里运动啊、呼吸啊，来。参访啊，都是很安全的，你可以大口的呼吸啊，可以尽量的玩这样子。在政府带头下，区里社区配合低碳行动的响应及执行，
除了能提升社区生活品质外，也渐进式的达到减碳节电的卓越成果，让高雄落实为宜居、低碳、永续的绿色城市。记者李佳龙，高雄报道。夏天炎热，很多人喜欢玩水来消暑，尤其暑假期间哦，民众从事水域活动的机会大增。救生人员呼吁民众要注意水域的安全，不要前往危险的水域，要到合法安全的海水浴场。夏日很多人喜欢玩水来消暑，尤其暑假期间，民众从事水域活动的机会大增。救生人员呼吁民众要注意水域安全，不前往危险水域，要到合法安全的海水浴场，才能减少溺水憾事再发生。我们这边会建议一样，就是如果有我们的游客们想要下水游玩的话，请建议一定要到有合法的安全的海水浴场，或者是像游泳池，然后有救生员存在的地方，然后也听从救生员的指示。然后如果你们的要评估自身的身体状况，如果不太好的话，也要记得不要再下水。有机会再打雷、下雨的话，我们都会请游客就是不要再下水，因为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之前也是有类似的案例，因为打雷的关系，然后有一些人员的伤亡这样子。在旗津从事冲浪教学的教练表示，民众除了提升水域安全知识和危险认知能力之外，也要听从专业教练的指示。我们除了天气之外，我们要很注意教练的指导，因为我们一开始我们出街在玩水的人对海水域不比较没有那么熟悉，所以教练的话在当地水域很熟悉，所以我们一定要听从教练的指示。准备放暑假了，到海边戏水的机会大增，救生人员再次呼吁民众要注意水域安全，不前往危险水域，要到合法安全的海水浴场。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台湾的新冠疫情趋缓，高雄市立图书馆广受欢迎的开卷书箱送好礼活动也正式开跑了。只要个人或家庭借阅证，一次借满五本书可以集一点，集满十二点就可以兑换各种实用的生活小礼，还有机会抽中大奖。闷了好久，在大家共同努力防疫下，终于等到疫情趋缓。6月7号中央解封，公共场馆不再有人数限制。高雄市图书总馆也宣布好消息，邀请民众踊跃借书，几点就有机会拿到小礼物。所以我们的因应这个防疫的一个解禁的活动，我们在6月7号也同时推出了这个阅读的一个鼓励的一些奖项的活动。那当然这个活动是每年都有，只是说我们今年也特别有一些加码。果然活动一推出，就算是平常日也吸引不少民众把握机会，一口气就报了五本书，迅速获得一点。除了要好好啃书增加知识外，总图提供的实用小礼物也成了解封后的小确幸。很好，你看借那么多书还可以再参加活动，还可以抽到想要的东西，也不错，大家会不会频率更高过来会哦。因应现代人忙碌脚步，总图贴心设置阅读带着走专区，让没有时间慢慢挑选书籍的民众一次就能带走几本好书，还有精美限量的帆布袋。那每天大概有30份，那你只要来就是你挑选你喜欢的主题，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袋子送给你。另外为了保护入馆民众健康，进入总图之前得先通过这台体温测量机的考验。我们必须要谢谢就是说有厂商特别捐了一台自动量测体温跟消毒的机器，那你只要是走进去，然后它就会自动你量体温，还可以手消毒。小小的不方便，总图请民众多加见谅。对于人数限制和梅花座，目前已经解封开放，少了安全距离，口罩可别忘了戴，才能共同安心享受阅读乐趣。记者张世敏、罗少君高雄报道。学校的阅览室也可以变为亲子之间共同阅读和分享的空间。在左营区的文府国小，由师生和家长携手改造，将阅览室变身为文府国小最美的书屋。请揭幕。坐落于文府国小一楼的十里书林，历经亲师生半年多的连锁改造，今天举行揭牌仪式，将原先阅览室变身为文府最美的书屋。这个地方既然叫亲子阅览室，是一个阅读的空间，为什么它的设备摆设藏书
那么的混乱，就是有一些书全部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他们一点都不想阅读，所以老师一开始做的就是希望他们把这间空间整理干净。那整理干净之后，他们就会发现光整理还不行，因为那个书实在太旧了，所以就跟我们的教学组那边一起讨论说，那我们怎么样把这里的书变成是一个小朋友喜欢来阅读的地方。书屋空间规划、摆设以及书籍整理等都是学生亲手来做，也让学生感受重新拿起书本的乐趣。比较难得的是所有的改造都是小朋友亲手来做，包括空间的规划，比如说我们在选颜色、在配色，那甚至于整理书，把一些旧书淘汰，再把一些新书上架，就是整个空间我们都是有老师，然后跟小朋友我们一步步讨论，感觉很有趣。因为之前这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改造，能做改造活动啊，平常也没时间可以做改造，在学校做这种改造，而且是跟同学一起做，又感觉更加好玩。随着亲子阅览室的阶段性改造完成，全校亲师生共同分享改造后的喜悦，未来结合主题书展，鼓励学生多阅读书籍。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瑞翔高中女足队在中等学校五人制足球联赛中勇夺冠军，这次决赛再度遭遇到去年的劲敌台中体中，分数两度追平，但是在最后的 PK 战中踢进制胜的一球，许多球员不禁热泪盈眶，也为自己这一年来的努力和辛苦感到骄傲。在二年级的学妹感谢下，即将毕业的高三学姐也回以热情的拥抱。很平常的同学间互动，这次却显得不一样，因为瑞翔高中女子足球队在这届108年中等学校五人制足球联赛冠军决赛中勇夺冠军，并蝉联后座。瑞翔高中此战再度遭遇去年的劲敌台东体中，比赛过程精彩刺激，高潮迭起。这射门机会，门将对决门将，这边球进，那最后中场的 PK 赛环节有来有往，应该是由我们，就是由我们瑞翔高中拿下这一次我们108学年度中等学校五人制足球联赛女子高职组的冠军。在获胜的那一刻，许多球员都不禁热泪盈眶，也为自己在这一年来的辛苦与努力感到骄傲。刚开始练习整个过程，我们算是一直很辛苦，一直在磨合期当中，所以拿到冠军那一刻，我觉得说我们一切的磨合都是值得的。累还是会，可是就是大家都没有放弃，就非常的努力，所以才有了这次的结果。就是别人在休息的时候，我们一直在不断的练习，所以很高兴。就是在今年虽然碰上疫情来搅局，但教练与选手仍然不畏艰辛，勤奋苦练，这种精神让校长非常感佩。那不管是夏天炎热，冬天寒冷，每一天呢都看到这群的非常认真的女子们哈，同学们在操场上这样驰骋，令我非常感动。人成功绝非偶然，瑞翔高中足球队能有精彩十足的好表现，强而有力的家长会功不可没，让足球小将们无后顾之忧，将实力爆发出来，出国比赛拿冠军抢金牌。校长讲了很感动，在流泪，也知道你们的辛苦了，希望毕业之后，也可以到大学上，再发挥你们所长，将逐梦踏实的苦练化为甘美的成果，也能够将这经验传承给学妹，期待这些足球好手们能成为未来国家足球发展的生力军，追逐梦想，再创佳绩。瑞翔高中女足队挑战三连霸，加油！记者李佳龙高雄报道。接下来提供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
要提供您2020庆年港都小小主播夏令营活动，于7月24、26以及8月21、28两个梯次举办，即日起开始报名，请到庆年港都有线电视官网下载报名表，名额有限，额满为止。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高雄、台南、屏东地区晴时多云，气温31度到35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晴时多云，气温30度到34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多云时晴，气温31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7度到35度。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我是赖昌邦，我们下次再会。